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个景色是不是很漂亮？看起来很舒服哈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于阿林。大家现在看到的，就是九曲河湿地公园。这儿是重庆主城比较大的湿地公园。如果坐轻轨六号线的话，到那个九曲河站下就到了。这儿环境看起来很舒服，这边上还有这个小溪。看起来很舒服哈。这儿露营休闲，还有这么舒服的草坪。下面带大家逛一逛吧。你们太会享受了噻！哎呀，不要帮我照的哦。没得事的。没得事。在那个地方烫火锅儿安逸。哎，耍也耍了哈，是啥？晓得享受。那个草坪好舒服，看起像高尔夫球场。哎呀，那个水有点深，可能是前天下了雨。这个小竹林呢，加了个小溪啊，只是那个水有点深而已，可能前天下了雨。小桥流水人家，今天太阳比较大，这里耍的人不是很多，但是啊，确实环境还可以。水冰不冰嘛？还有点冰，那个冰。哎呀，今天太阳太大了，在九曲河被晒到了，但是啊，九曲河里面还是很凉快的，很舒服的。提醒哈大家，唯一有个缺点的是那里面很多蚊子，走进去很搞人，其他呀都还可以，在里面耍呀啥子那些啊，环境啊，还有个那个耍那些都还可以，还很凉快。就是唯一的一个缺点，就是有很多蚊子，所以说如果大家来耍的话，一定要带点花露水啦，或者啥子那些驱蚊的东西啊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九曲河，我们走了，拜拜了。